大家对清明节都不太陌生啊，这个但是真正的含义未必很多人懂。都知道清明干嘛？要扫墓嘛，就知道清明要扫墓。但是为什么叫清明？哎，这个叫天清地宁，万物什么永昌啊？啊、哦，这个说是人活一口气呀、啊，这口气要旺。 尤其到了清明这个节气很重要，为什么？这个春天真正的开始是清明，万物才开始绿芽。实际古人的二十四个节气，它都是反映着这个天人合一、人天合一的宇宙规律。为什么在清明节，我们的华族文化特别重视清明？这个清明是。 外清明和内清明同步不二的一个大好时机，但实际上这个清明就是这样的一个节令，也就是说，当外面清明的时候，你里面能不能清明啊？外面光光亮亮的，你里面是不是黑咕隆咚啊？外面的亮是哪里来的？古人早都发现了秘密，明明在清明节的时候。 天气会下降，下降到哪？到地表然后地气呢？地气经过一个冬天，它慢慢的从冬至开始上升，上升，上升，从地的地球的那个心里面开始，按沿着地球的半径，从冬至开始一层层上升，上升，上升，到了清明节这一天，刚好是地气。 上升到地球的表面儿，天气从天心也是从冬至日开始一点点的往地来交汇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天和地交汇在地表的时候，天光地光，一阴一阳为之道。这个阳电子一个阴电子碰一块啪，放光了。这一放光了，黑暗的世界就变得光明了。 不明的世界就变成大明了，在大明中，同时因为地气的抬升，天气的这个和它交汇，所以是都有气生成，都有水生成。说是这一生成以后，一种清凉的感觉，说是清新清凉，这个感觉和明放一块这个就叫清明。 说古人认识到，生命像我们人呐、啊、树啊、花啊、草啊、鸟啊，所有的地球上的生命，无非是一股天气和一股地气在人的体内交汇生成的一种光明。有了这种光明，有了这种生命光，我们有了生命。啊，这就是清明，就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。 天地交光，万物生焉。啊，这个大家就明白了。清明节是一个什么节日啊？重生的节日。你过去一一这个一直倒霉，啊，一直不顺利，这个半死不活的，然后到清明节，每年的清明节，你只要和天地交光。 打开头顶百会，打开会阴，然后这个时候天地二气，你把这两个窍一旋开，这就好像是瓶盖子打开，外面是水，你把瓶盖子打开，把瓶子沉在水里面，那个水就咕噔咕噔咕噔的往你那个瓶子里，一会儿就满了。原来是个空瓶子，都被你们过去一年都消耗光了。 里面的光没了，水没了，气没了，叫精气神儿都不足了。所以是到清明节你要打开盖子，打开盖子，把天光也进去，把地气也进去，然后在你的生命体里面，使能量、使精、使气、使使神得到饱满的这个水平，然后这个时候重生你的生命，重新焕发出。 光彩来，干枯的树枝变绿了，头发掉了长起来了，然后钱花光了，现在又有了啊！这个更要掌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灌满了吗？灌满了，那个钱也是光撞来的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这个清明它的意义极其重大，是你的生命重新开花结果，开始新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。 清明节为什么要祭祖？为什么要拜祖先？饮水思源啊！你有生命，生命从哪来的？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有爹有娘。是,是我们每当自己充满了活力的时候，饮水思源。清明时节，倍思亲。 这是我们想到自己的父母不容易，啊，这个没有他们没有我们。那么我们接着想到父母的父母也不容易、啊，哦，然后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父母也不容易，啊，这样我们就联想到九族。九族是九代，就是从你的爸爸妈妈往上数九代叫九族。 我们叫祖宗，祖宗是从爷爷开始算的，爸妈不算祖，啊，爸爸是父这一代。说你真正算九祖，是从爸爸妈妈往上数九代。以前的人的寿命没今天这么长，今天我们都老不死了，对吧？八十岁、九十岁都能活，啊，很容易活到一百岁。那以前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活到七十岁的人就不容易的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清明时节被思亲。 是让大家反思：一个清明时节的时候，天清地宁，万物永昌，清清明明的世界，换来了你内在的神清气爽。我们要去踏青，为什么？你要从繁中的这个社会环境中走出去，到野地里去。以前的墓地都在野地里，现在墓地都被拆了，没了，都跑到城市里了，变成骨灰盒了。 说你去扫墓也看不到天清地宁了，也不看到青草绿油油了，这不是个什么好事情。好事情是一定要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安置自己的祖灵，安置自己的亲人。那你这个清明。 这个扫墓的时候去这种地方，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自己神清气爽。当你神清气爽的时候，你的智慧大开。智慧大开以后，砰，一下子自己明白了。哎呦，我为什么活着？因为当我看到那些墓地的时候，那里面埋葬着富豪，那里面埋葬着帝王、帝王将相。 过去的那些将军、那些英雄，过去那些皇帝、那些富豪，他们比我还有钱，他们比我还有地位，他们比我还荣耀，但是他们一样躺在坟堆里面，一对荒草没有了。清明节是让你干这个，叫背思亲，说亲呐、啊、亲呐、啊，谁是你的亲？ 谁是你的亲？谁跟你最亲？说是你呢？死的时候，死之前，临死前很痛苦的时候，谁是你的亲？那个时候叫爹啊，叫娘啊，帮不了你的忙。那个时候盼着儿女在身边呢，儿女也不能帮你减轻痛苦。谁是你的亲？谁是你可以依赖的？ 说清明时节倍思亲，不是只是想到自己过去的祖父、是过去的奶奶对自己的好，而是找自己的亲。这个亲，他是在你危难的时候，在你死的时候，他守护着你不肯离去。当你呼唤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帮你的忙。是大家要在清明时节。 去拜祖先的时候，流了几滴眼泪的时候，再为自己再流几滴眼泪。为什么我也要死啊？我的那一天是什么时间到来啊？那当我死的时候，我是否已经很心甘情愿的安排好了呢？大家要醒醒啦，清明都来了。 你的神要清，气要爽，然后要有智慧了，要找到自己的亲呢、啊。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